我是 Peter， 我现在不在家，有事请留言。Peter， 빨리일어나。제일좋아하는계란볶음밥테이블에해놨어。Peter， 빨리일어나。나아침에일있어서먼저나간다。Peter， 빨리일어나。좋아하는계란볶음밥상에다해놨어。转身之后，心里多了个缺口，一点点一滴滴都在痛。你说要我放开手，我想我却只能够一天天一年年去守候。就算一切随风都飘到了尽头，我也不会放弃陪伴在你左右。再爱我好吗？未来好吗？给我一个肯定回答，别再这么的傻，让你颠覆乱了所有牵挂。今年你准备好嫁给我了吗？